那个老板来坐。你来这边，跟他往你来了，你来，我马上那边。我跟你说，朋友，过来，我跟你说，过来，干嘛呀？我跟你说，我就妹妹的儿子。啊，你妹妹的儿子。妈妈，我妹妹的儿子。嗯。他名字是不好嘛？他说不好，你说他分值不高，那你帮我下看看，可以吧？就刚从缅甸过来的，刚从缅甸过来的嘛，本身东西带不好。啊，东西不好。东西不好。Later。不是这个东西说我不好说了嘛，噶东西不好了嘛，不好说我妹妹的儿子。嗯。噶，你们看一下了嘛，噶，我不好说。就我先帮你说。嗯，好了啊，我理解了。有点说不太清楚啊。拿出来的来，等下再跟大家说。嗯。来嘛，来嘛，不行，走走走走。你跟那话来，我看一看。哦，好。中国话会吧？会。滴滴摸摸啊，滴滴摸摸，滴滴摸摸嘞，滴滴摸摸嘞。可以。嗯。都拿上来，我看一下啊。嗯，好。他不能准备了呢。Hobby。我洗刷铁锈皮。那么确实是太滴摸了啊，这些料子，你看这种，就种水呢还是有，但是。是吧，棉重肉粗一些，那这个也是，虽然说底色很漂亮，但是肉质比较粗糙啊。都是你的是吧？都是我的。怎么称呼你？对吧，我是阿里。阿里。哦。刚到中国没多久啊。刚到中国我也不太懂，就我知道我就走。嗯，还习惯吧这边。还习惯。吃的喝的玩的啊。对，可以的吧。可以的吧。但是没有钱嘞。没有钱嘞。有钱就好了。现在帮个忙吧。现在大家都没钱的嘞。啊。这样子嘛，阿里。啊。就是这批料子呢，我看了一下品质呢不是特别高啊。嗯。就能不能直接咱们一整批谈了？啊，也就我也就不单个看了。一起卖。对，一起了，全部打包了。可以，一起卖也可以。啊，那全部打包的话，你要便宜一点点了。嗯，好吧，我也不乱报价了，现在我要钱吧，要报价，等一下你要就我都不好了。哎，其实你舅舅挺好的，对，我舅舅挺好的，挺好。又是妹妹的娃饿死了嘛，妹妹娃娃的，就以后呢还是多听听舅舅的话，知道吧？毕竟我看你也挺年轻的啊，你哪年的？哦，几岁？是二十二。哦，22岁啊，哦，还小的嘛。行，那我们先整体看一下料子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一共呢有10个料子啊，咱们这个一会儿跟大家说啊，我们先谈一谈吧。阿里，哎，是吧，胡子老板，哎，这批料子呢品质不是特别高啊，我刚刚也说了，咱们直接成批谈，嗯，好吧，你想卖多少嘛？一批，不捞嘞，2万块吧，两万块吧，嗯，也不高啊，不高了吧，我高价出也是。也不高，也不高，不高吧？这样子嘛，就是你也是第一次来志哥这里啊，第一次来这里，跟你舅舅打听你就知道了。那志哥呢不会乱给价，好吧？那这一批料子呢，就整一批我拿，咱们也不说2万了，好吧？你总得给我少个3000块钱，好吧？17000块，17000块，嗯，好吧？你的鸡这边卖羊了不嘛？比卖的生意，我觉得是没问题嘛，是不是？你鸡比卖羊不？现在跟你说这个2万块钱，我给你加的话，我本身都亏了，我要钱吧，那亏本价卖给你的。那现在其实阿里啊，真的，你说这几个料子，你看我单拎啊，你说像这种滴滴摸摸的，也就是打一个百数，百数我就是不是？但是也就打个百数，你看这种说白了完全是没什么用的，是吧？打个几百块钱，2万块钱本钱都不到，真的本钱都不到，我就不跟你。开玩笑的，不是吧，阿里？真的，你看吧，货吧，你要说实话啊！哎，你这个 GPU 几个有十个货，2万块钱，你有本钱吗？啊，来志哥这里要说实话，不能说谎啊！不能说谎，不能说谎啊！对，你肯定是买贵了，阿里，这批料子。买贵了吗？买贵了，就是不管怎么打，这一批料子都打不到2万块钱，说我给你17000，也是高高给了。打了几批卖羊皮不？我本来说了说不，好了没有？要钱，但是就是说料子嘛，还是就是买料啊，也得慢慢来，知道吧？多注意啊。那胡子，嗯，怎么说嘛？17000行不行？你问，商量一下，是不是？打了几批嘛，那你自己准备吧，我那边标记了不？别人也标了不？没问题不？
你真的17000吧，真不高了嘛都。真的，17000高高给了，在哪里？去买个牛肉包，买个大好捞了，我就。好好好好好，那就 OK 吧。有的时候我都光有。哎，好好。嗯，就这样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是阿里啊，嗯，真的，就你当时买的时候呢，肯定是买的比较高了这种样子，对吧？你说有些确实开出来呢还算可以啊，嗯，就没垮嘛，对吧？那这个点属于开垮了嘛，这种没用的，是吧？这种有点类似于公斤料的那种，是吧？那没什么用了嘛，这种。我是就懂一点点，我朋友是有点懂啊，他说基本上鸡皮肤好的好的，就是垮的。是吧，多看吧，真的，你舅舅还是挺那个，你看料子啊各方面，毕竟经历阅历都要比你高，还是要多听听舅舅的话。 好吧，好的，钱的话我转给你舅舅可以吧？嗯，你舅舅拿给你，我可以的啊，可以的可以的。 OK， 胡子，那我到时候直接转给你啊。好的好好好好，行，好的，那就到了，走了是吧？嗯，干净吧，干净吧，就不就了吧。好的，当然了，好的，别发给我看。Later， 这样子不要发给我看。前面好几天，东西少，我好几天了，我来啊，我老爸。是了，我帮你放着。啊，好的，你发给你个人。你跟我发给你个好，好朋友我来了。好的，胡子啊。哎，真的，你看现在胡子啊，也是为了这个，他这个外甥啊，也是操碎了心。刚刚呢，那个我也没跟大家说清楚，就是。那个胡子呢也跟我说了，说情况是这样的，就是也就是他外甥嘛，缅甸那边生意不好做，来到了中国来跟着他做一起做生意啊。就是这些料子呢，其实他也就胡子也知道我平时是不收这种料子的，因为太低摸了。就是他又不好意思直接去戳穿他侄儿子，说去打击他嘛，毕竟他刚开始做生意啊。其实这个舅舅真的是还做得挺好的，那他也跟小侄说了，就这批料子呢，我先把它谈了，把它收了。那这个17000的价格呢，其实也是他跟我商量好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说给出这样的一个价格，那这个钱呢，肯定是，这个胡子来出啊，我们只是帮他一个忙。但是其实你说22岁的一个小年轻人，你要出来做生意，没有人带的话，你说缅甸人只身来到中国真的很难，可能2个月都坚持不下去啊。那其实说白了，这小小的一小件事啊，我还挺有感触的。那早期我刚开始出社会，我刚开始来接触这些生意的时候，真的我也有一些身边的一些贵人啊，能够扶我一把，帮我一把，所以说这一点真的挺感触的。你看这小胡子的这个行为还是怎么说呢，还是值得点赞的。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这料子呢我们先给他放着，应该他这两天会过来拿的，好吧？最后嘛，喜欢小智的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，好吧？我们下期再见了啊，拜拜。